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经。香赞，炉香乍若，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成一方音，诸佛现全身。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揭陀国无垢园中宝光明池，与大菩萨及大声闻、天龙、药叉、乾闼婆、诃苏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人非人等无量百千前后围绕。尔时众中有一大婆罗门，名无垢妙光，多闻聪慧，人所乐见，常行十善，归信三宝，善心殷重，智慧微细，常恒欲令一切众生圆满善利，大富丰饶。使婆罗门无垢妙光从坐而起，往一佛所绕佛七匝，以众香花奉献世尊，无价妙衣璎珞珠幔持覆佛上，顶礼双足，却住一面，作事请言：唯愿世尊与诸大众明日晨朝至我宅中受我供养。尔时世尊默然许之。时婆罗门知佛受请，俱还所住，即于夜间广办摇膳，百味饮食，洒扫殿宇，张师翻盖，至明旦矣，与诸眷属持众香花及诸伎乐至如来所，白言时至，愿垂降临。尔时世尊软语安慰，彼婆罗门无垢妙光，便告大众宣言：汝等皆应往彼婆罗门家摄受供养，未欲令彼获大利故。于是世尊即从坐起，才起坐椅，从佛身出种种光明，见错妙色，照处十方，悉皆警觉，然后去道。时婆罗门以恭敬心持妙香花，与诸眷属及天龙八部示范四王先行至道，奉引如来。
尔时世尊前路不远，终至一园，名曰风财。于彼园中有古朽塔，摧坏崩倒，荆棘掩庭，蔓草封户，瓦砾埋隐，状若土堆。尔时世尊径往塔所，于是塔上放大光明，照耀炽盛，于土聚中出声赞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今日所行极善境界。又婆罗门，汝于今日获大善力。尔时世尊离彼朽塔，又绕三匝，脱身上衣，用腹起上，泫然垂泪，涕血交流，气已微笑。当尔之时，十方诸佛皆同观视，亦皆流泪，各所放光来照视塔。于是大众惊愕变色，互欲决疑。尔时金刚手菩萨等亦皆流泪，威焰炽盛，直杵旋转，往一佛所，白言：世尊，此何因缘现世光相？何如来眼流泪如是？亦彼十方诸佛大锐光相现前，唯愿如来于此大众解释我疑。时薄伽梵告金刚手：此大全身舍利居寂如来宝塔，一切如来无量俱之心陀罗尼密印法要，今在其中。金刚手：由此法要在世中固，它即变为重叠无隙，如胡麻子具之百千如来之身。当知亦是，如胡麻子百千具之如来全身舍利之具，乃至八万四千法运亦在其中。九十九百千万俱之如来顶相亦在其中。由是妙事，是塔所在之处有大神宴，殊胜威德，能满一切世间吉庆。尔时大众闻佛是说，远尘离垢，断诸烦恼，得法眼净。十众机翼利益一别，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及菩萨道、阿毗跋致、萨波若致，于如是世各得其一。或有正得初地、二地乃至十地，或有满足六波罗蜜。其婆罗门远尘离垢，得五神通。时金刚手见此奇特稀有之事，白言：世尊，妙哉奇异！但闻此事尚获如是殊胜功德，况闻身理至心起信，得几功德？佛言：谛听，汝金刚手，后世若有姓男姓女，即复我等四部弟子，发心书写此一经典，即准书写九十九百千万俱之如来所说一切经典，即过于彼九十九百千万俱之如来之前九植善根，即一彼诸一切如来加持护念，犹如爱眼，
亦如慈母爱护幼子。若人读诵此一卷经，即为读诵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说经典。由如是故，九十九百千万俱之一切如来应正等觉，色色无系，犹如胡麻重叠拂来，昼夜现身，加持其人。如是一切诸佛如来无数恒沙，前俱未去，后群重来，须臾推迁，回转更复。譬如细沙在水旋集，不得停滞，回去复来。若有人以香花、涂香、花蛮、衣服、微妙言句供养此经，即成于彼十方九十九百千万俱之如来之前，以天香花、衣服言句七宝所成，皆如须弥敬以供养，种植善根，亦复如是。尔时天龙八部人非人等闻是说已，各怀希奇，互相慰言：其载威德，是九土具如来神力所加持故，有是神变。金刚手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使七宝塔现为土具？佛告金刚手：此非土具，乃是殊妙大宝塔耳，由诸众生业果劣故隐蔽不现，由塔隐故，如来全身非可毁坏，岂有如来金刚藏身而可坏哉？我若灭度，后世末法逼迫之时，若有众生习行非法，应堕地狱，不信三宝，不植善根，唯是因缘，佛法当引。然由是塔坚固不灭，一切如来神力所持，无智众生或障复辟，徒朽珍宝，不知采用。以是事故，我今流泪，彼诸如来亦皆流泪。复次佛告金刚手言：若有众生书写此经至塔中者，是塔即为一切如来金刚藏苏都婆，亦为一切如来陀罗尼心秘密加持苏都婆，即为九十九百千万俱之如来苏都婆，亦为一切如来佛顶佛眼苏都婆，即为一切如来神力所护。若佛像中、苏都婆中安置此经，其相即为七宝所成，灵验应心，无怨不满。其苏都婆散盖罗网、轮堂路盘，得自灵铎、因处机阶，随力所办，或土或木，若石若砖，由经微力，自为七宝。一切如来于此经典加其威力，以诚实言不断加持。若有友情能于此塔一香一花礼拜供养，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一时消灭，生免灾殃，此生佛家。若有因堕阿鼻地狱，若于此塔或一礼拜，或一右绕，塞地狱门，开菩提路。塔及形象所在之处，一切如来神力所护，其处不为暴风雷电霹雳所害，
不为毒蛇、猿蝮、毒虫、毒兽所伤，不为狮子、狂象、虎狼、野干、风颤之所伤害，亦无药叉、罗刹、布多那、毗舍遮、魑魅魍魉、癫痫之部，亦复不为一切寒热诸病、利漏痈疽、疮疣疥赖所染。若人暂建是塔，能除一切灾难，其处亦无人马六畜、童子童女、异力之患，不为横死非命所邀，不为刀杖水火所伤，不为盗贼怨仇所侵，亦无饥馑贫乏之忧，厌媚咒诅不能得变。四大天王与诸眷属昼夜卫护，二十八部大药叉将，日月五星、床云彗心昼夜护持，一切龙王加其精气瞬时降雨，一切诸天与刀立天三十下来亦为供养，一切诸仙三十来集赞咏旋绕礼谢瞻仰，释提桓音与诸天女昼夜三时来下供养，其处即为一切如来护念加持，由那金故塔即如是。若人作塔，以土石木、金银铜铅书此神咒，安置其中，才安置矣。其塔即为七宝所成，上下阶级、露盘、伞盖、灵铎、轮堂，纯为七宝。其塔四方如来形象，有法要故，一切如来坚助护持，昼夜不去。其七宝塔全身舍利之妙宝藏，以咒威力着耸高至阿迦尼扎天宫之中，塔所串至一切诸天昼夜瞻仰，守卫供养。金刚手言：何因缘故此法如是殊胜功德？佛言：当知以此宝切印陀罗尼威神力故。金刚手言：唯愿如来哀悯我等说是陀罗尼。佛言：谛听，思念，莫忘。现在未来一切如来分身光仪，过去诸佛全身舍利，皆在宝切印陀罗尼。是诸如来所有三身亦在世中。尔时世尊即说陀罗尼曰：南无悉德利亚帝维伽南萨瓦达塔嘎达南唵布维巴瓦达瓦利瓦扎利巴扎台苏鲁苏鲁达拉达拉萨瓦达塔嘎达达都达里巴德玛巴瓦迪遮亚瓦里穆德里斯玛拉达塔嘎达达玛扎卡拉波拉瓦塔纳巴德里波迪班纳软卡拉软格里迪萨瓦达塔嘎达迪斯提迪波达亚波达亚波迪波迪布达布达三布达尼三布达亚扎拉扎拉扎兰度萨瓦瓦拉纳尼萨瓦巴巴维嘎迪呼噜呼噜萨瓦须嘎维嘎迪萨瓦达塔嘎达哈利达亚巴扎拉尼桑巴拉桑巴拉
Sava Tathagata Suhaya Dalani Mudali Bodhisubodhi Sava Tathagata Distitha Dadugabhi Swaha Samaya Distiti Swaha Sava Tathagata Haridaya Dadumudali Swaha Subala Distitha Stubi Tathagata Distiti Hulu Hulu Hung Hung Swaha Om Sava Tathagata Usnisa Dadu Mudalani Sava Tathagatan Sata Duvi Pusita Distiti Hung Hung Swaha 尔时佛说是神咒已，诸佛如来自土俱中出声赞言：善哉善哉，释迦世尊出浊恶世，为利无依无护众生演说身法，如是法要久住世间，利益广多，安稳快乐。于是佛告金刚手言：谛听，谛听，如是法要，神力无穷，利益无边。譬如床上如意宝珠，常欲珍宝，满一切愿。我今略说万分之一，汝依一持，利益一切。若有恶人死堕地狱，受苦无间，免脱无期，有其子孙称王者名，送上神咒才至七遍，羊铜热铁忽然变为八功德池，连生成足，宝盖住顶，地狱门破，菩提道开，其莲如飞至极乐界，一切种智自然显发，乐说无穷，未在补处。复有众生重罪报故，百病极深，苦痛逼心，诵此神咒二十一遍，百病万恼一时消灭，寿命延长，福德无尽。若复有人悭贪业故，生贫穷家，衣不隐身，食不续命，礼受衰弊，人所恶见，世人惭愧，入山折采，无主恶花，若摩朽木，持以耗香，往至塔前，礼拜供养，旋绕七匝，流泪悔过，由神咒力及塔威德灭贫穷报，富贵忽至，七宝如雨，无所缺乏。但当此时迷失佛法，失与贫乏，若有吝惜，财宝忽灭。若复有人为种善根，随分造塔，或泥或砖，随力所办，大如安罗，高四指许，书写神咒，安置其中，持以香花礼拜供养，以其咒力及信心故，自小塔中出大香云，香气云光周遍法界，熏覆晃耀，广作佛事，所得功德如上所说，取药言之，无怨不满。若有末世四辈弟子，善男善女，为无上道尽力造塔，安置神咒，所得功德说不可尽。若人求福，置其塔所，一花一香礼拜供养，右旋行道，由是功德，官位荣耀，不求自治，寿命富饶，
不起自增，怨家盗贼不讨自败，怨念咒诅不厌归本，义力邪气不拔自闭，善夫良妇不求自得，贤男美女不倒自生，一切所愿任意满足。若有乌鹊、蚩鸮、鸠鸽、鸠鹩、狗狼、野干、文蒙、夷楼之类，暂来塔影，即踏长草，摧破惑障，觉悟无明，忽入佛家，自领法财。况有众人，或见塔形，或闻独声，或闻其名，或当其影，罪障熄灭，所求如意，现世安稳，后生极乐。或人随力以一顽泥涂塔坏壁，运一泉石扶塔至清，由此功德增福延寿，命中之后成转轮王。若我灭后四部弟子于是塔前济苦借故，供养香花，至心发愿，诵念神咒，文文句句仿大光明，照处三途，苦聚皆毕，众生脱苦，佛种芽萌，随意往生十方净土。若人往在高山峰上，至心诵咒，眼根所及远近世界，山谷林野，江湖河海，其中所有毛羽鳞甲，一切生类，碎破惑障，觉悟无明，显现本有三种佛性，毕竟安处大涅槃中。若于此人往过道路，或处一峰，或踏奇迹，或为见面，或赞交语，如是等人重罪贤灭，悉地圆满。尔时佛告金刚手言：今此秘密神咒经典，福主汝等尊重护持，留步世间，不令众生传授断绝。金刚手言：我今信蒙世尊福主，唯愿我等为保世尊深重恩德，昼夜护持，留步宣扬一切世间。若有众生书写受持，意念不断，我等挥催示范四王龙神八部，昼夜守护，不暂舍离。佛言：善哉，金刚手，汝为未来世一切众生大利益故，护持此法，令不断绝。尔时世尊说此宝切印陀罗尼，广作佛事，然后往彼婆罗门家受诸供养，令时人天获大福利，却还所住。尔时大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前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猴罗伽、人非人等，皆大欢喜，幸受奉行。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经。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家分。Namo Amida Phật.